动在台湾是个非常普遍的休闲娱乐。你如果要从事电竞活动的话呢，除了电脑之外，你还必须准备四个产品。第一个是萤幕，第二个是滑鼠，第三个是键盘，第四个就是我们这次要介绍的电竞耳机。其实以电竞耳机的品牌来说呢 ，Sennheiser 过去并不是一个大牌，因为这个品牌呢，过去给人的印象就是专门推出家用耳机，而且还是顶级的，越贵的越有名。不过我们这几年可以看到 Sennheiser 很积极的推出他们的电竞耳机以及相关的产品，像我这次拿到的他们最新的 GSP 350，还有他的这个 GSX。1200的7.1声道音效卡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屌的产品。这只耳机最酷的地方就是它支援杜比 7.1 虚拟环绕声道。它是采用 USB 的方式跟电脑连接。你可以看到它的耳机线上面有一个 Dolby Digital 的按钮。也就是说你按下去之后呢，它内部的 DAC 会自动把它转成 7.1 虚拟声道。也更方便的是 Sennheiser 它的原厂官网还有提供这只耳机的网络版的操作界面，你只要去它的官网就可以免费下载，你还可以在上面调整 EQ 以及控制音量，很方便吧。一般的电竞耳机呢都会很强调低频的表现，所以戴起来每次都轰轰轰轰轰，好像觉得我玩游戏的压力不够大，想要给我更大压力。可是这只耳机不会，它的三频分布的相当均匀自然，然后以音质来说呢，算是比较内敛一点的，比较细致一点的，所以很多细节都可以听得很清楚。它的重量非常的轻，然后机身也采用塑料材质，头戴也有抛铅处理，所以戴起来你不会感觉到太大负担。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耳罩的电材的材质是非常的好的，亲肤性佳，你就算长久佩戴也不会感到很闷热。所以我觉得以一个好的电竞耳机来说， GSP 350这支还有蛮多要件是有符合的哦。